好，继续上课。上一节，就中医如何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学的哲学、气阴阳五行的问题，做了简单的做了个归纳，为同学们提出问题，从总的方面，用什么思路，怎样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供同学们来参考啊。下面就邪正之间的关系，有同学提出来，怎样来体现这个思想？我讲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生理上在病理情况下讲的邪正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虚实来反映的，它贯穿疾病的过程始终，也贯穿了辨证论治和治疗思想的过程始终。那么体会这个一。根据辩证的结果来确定虚实的孰轻孰重，由虚实的孰轻孰重来分析邪正的盛衰。这是一，根据客观事实，看哪脏的虚，哪脏的实，来分析他们的主次轻重，来分析邪正之间的关系。二。我讲辩证论治这个证的时候，强调是那个辩证不仅仅是得出一个证后来，是用系统的运动的联系的观点看疾病和运动、疾病的一个健康和疾病的运动关系，来看邪正之间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中医在定义虚实，是强调以正气虚为主要。或者是以正气邪气思维主要表现的病机，就规定它为虚实。那前提是这样一个前提：以邪气盛为主要，病不易为着，没有虚；以正气虚为主要矛盾的病机变化，病不易为着，没有实，没有邪。这就叫辩证。中医辩证的精髓在这里，不仅仅是得出证号。那虚症当中。如何来体现？在具体虚症，虚者补之，如何体现邪啊？建议大家认真读取补虚的方剂，分析那里面每味药的作用。虚者补之，强调偏静啊。那动，就以举个例子，四物汤：熟地、当归、白芍、川芎。回去念一念川芎，它有什么作用？四物汤、参苓、猪草、茯苓有什么作用？你看那里怎么体现虚中有动，静中有动？那么通过念这个方子，为什么它这样？它有这个药理作用？它体现了中医邪正交中的思想。这个是学中医最难学的。就像前面我们讲，久病必六瘀。久病，我们没有淤血特征，为什么可以活血化瘀啊？辩证没有这个症啊。如果把辩证两个字理解为仅仅就是有客观事实，跟这个事实得出来分析邪正盛衰，这仅仅是最好学的，最难学是后者。按照中医的理论，我们先血瘀讲过了，痰饮讲过了，没有痰饮的。就临床特征无法确定，可是呢，用已知的理论对这个现象解释和实践效果不显。根据怪病多痰的理论，就可以因为它有痰就可以治疗，淤血也如此。这才叫做真正的辩，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叫辩证论治。这样来理解，就这个一讲，总之一条，无论是虚症和实症。或者虚实夹杂，只要有病，永远存在着邪和正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不存在，这矛盾存在了，没有疾病了，没有疾病。这是中医发明的基本原理，这个思想贯穿在各个环节当中。如果从治疗学来说，大家将来建议同学们认真去读方剂学，每味药的配伍。
那里面体现的非常鲜明，去认真去体会去。至于同学们提出心脑肾的关系，我在课堂已经讲，不再重复了。如果同学们感兴趣，我建议同学们可以看我主编的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那个，那个紫色那个皮子那个中医基础理论，成因教育教材，那里面用小号字，在心的生理功能后面讲完了以后，小号字把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心主神明、脑主神明的关系，一直说到从文化这个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一直说到民国期间。内经开始是脑为元神之府，虽然没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就内经开始两条线，心主神明、脑主神明、五脏长神。到了明代，那就明确那个李绅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到了清代，明天清代王廷印就提为菱形记忆接待脑。那么中国的学术界什么时候开始把脑袋提到日程上了呢？是西医学东进以后，解剖学来的。在民国之前，那么为了从解剖学这个脑，本来已经知道解剖学这个脑是高级神经活动的，中神经活动中枢啊。可是中医学又强调心，中国文化强调心主神明、心的观察师，这两者如何处理的关系呢？提出这个心脑合为师。咱们最近有的中医界也有的人发表文章主张心脑合为师，这个不创造，这是民国期间这个一些思想家提出来。然后最后讲说产生这种思维活动的时候，思维活动从中国的文化来说，应言讲心之观这事，讲他们形这个形态学基础，他又不敢不说，不得不去借助解剖学的知识，说是什么和脑有关，讲功能强调心，讲形态强调脑，把两者两简单合起来，提出过心脑合为师。这是在西学东进解剖学过来以后，近代的思想家回答这个问题，就回答心之观这时和脑为元神之府那么什么关系。因为中国的文化的问题，中国的文化的主体强调心之观这时，那虽然搞了个曲线把这个脑的问题联系到一起了，但是中国的文化的主体没改变，心之观这个命题，中国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我前一段讲课不像建议同学们读南京师范大学那个高晓福教授《中国心理学的权威》，《中国心理学史》，认真去读这本书，你可以加深进一步理解心之观这事，然后看这心和脑的关系。在咱们中医理论里面，首先是坚持五脏长神，在这个前提下，心为主导，脑前面已经反复讲论证这个问题，脑实际上隶属于五脏，肾经常是五脏六腑为这个五脏六腑之精啊，先天之精，五脏六腑之精都而化水为人脑啊。正因这样，中医治疗脑的病，你不管现在怎么分类，变成脑系，脑系病变，它一辩证论治，五脏都离不开。假如说仅仅会归到脑上，那就仅到治脑，就治脑而已了，所有的理论全是同时改变，中药药的归经、药物的理论、方剂理论全都得改变才能回答。那么你现在仅仅形式上承认脑主神明，可是你在内容上又承认心主神明和五脏皆长神，你这理论和实践不是矛盾的吗？当前这也是个大题，也有人几乎提出来这个说心主神明本身是错误，咱们暂时不先说它错误是正确。什么叫错误？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就不叫科学，只要能够指导实践，经过实践的验证，它是合理的，就是科学。这就是我们教材的观点，也是我讲的观点，就是我这样认识。当前认识到这个程度，随着咱们的进一步研究，也可能将来有一天，咱们理论重新构架以后变成脑主神明。据我的看法，那只有把心之观中国哲学重大命题彻底改变以后，随之而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发生改变，否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我看很难
变新主生命变老主生命，从根本上来说牵涉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就东西方的文化的矛盾解决了，咱们的心之观这时那么和老主生命，这俩这个可能就统一起来。咱们现在学中医理论，那考核这个理论对不对就看用它指导实践行不行。科学，所谓科学不是按照西方科学的定义，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研究科学学的人已经攻进什么叫科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实践证明是合理的，能够解决实践问题，这就是科学。至于在理论说明有可能不完善的地方，这是科学本身的规律。再提到一个同学提出了，是要这个三合论的经方，是固定的，包括量方剂的结构非常严密啊。经方用药才多少个药，全部三合论、三痕章包括金匮当中一共才多少药，那么多少个方子，非常精彩，就那么几个药，配伍严谨，结构严密，那个症对应那个方和对应那个症也非常准确。不是不可以变化，不是不可以变化的。我学习经方，重在学习经方背后所渗出来那个学术思想，而不仅仅就记住这个小柴火汤，只要遇见往来寒夜胸胸苦满，默默不饮是心烦气呕脉弦，但见一症便是，就来小柴火汤。而学他这个思想，如果小柴火汤不可以变的，那小柴火汤变法多少啊，加减不就是变化吗？那麻黄汤桂枝汤产生辩证以后，就一个麻黄汤桂枝汤变了多少啊，太阳病里面辩证和坏症，一经方是可变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方子，那么它随着病情的演变，表现的病机不同，症候不同，在基本上这个方剂上变化了。如何来体理解经方的变化规律，建议大家将来有时间念徐灵台的伤寒类方，去读徐灵台伤寒类方，看看经方是怎么演变，怎么演变，它怎么变化，结合这个去念伤寒论的原文，来体会它的方剂的变化规律，就是一经方是可变的，至于说变化以后效果确不定，就伤寒论本身基本是麻黄桂枝大小青龙都往下变下来哈。看柯云伯的这个伤寒论义，那么进一步可以理解它是怎么按照这几个基本方变化来的，那变化的效果也是确定的，也不是不确定。所以今天使用经方，我们就是感觉没有心里没有多少底儿，使用经方就不敢说我这个效果行不行。一体现为你掌握经方这个学术思想，它的构式；二掌握不掌握它的变化规律；三是否能正确的要在经方基础上，那主体思想不变，正确的把握根据辩证的结果，结合这个具体的病人思考的结果，根据他的病机和症候特征，那么对经方进行化裁。这个就看你对中药学学得如何，学没学到家，尤其是配伍规律。如果你的这个问题也学好了，我想经方变化以后不会效果心中无数，不确定。我在临床就喜欢使用经方，我一个方开药最多不超过12味。昨天我跟你举个例，葛根清凉汤就这几味药，那心律失常那么厉害，吃了3副药他就回来。就关键看你这个辩证准不准，认识准不准。所以我想关于经方的问题，这样讲他的思想和中医的辩证论治是不矛盾，他俩是统一的。
和三因之一也是不是矛盾的，也不是相违背的。经方本身，经方讲的思想充分考虑天地因三才一体，三因之一都在里面。那张仲景仔细念张仲景的条文，三合论的条文和这个金匮的条文，那里面告诉你物质不治，要求不可过计，重病忌止，充分考虑，不仅仅是考虑就这个方子，考虑这个方子，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我想学习经方，不要是一，我药物不动；二，剂量按照张仲景那个剂量去给今天的人吃，能行吗？不行了。张仲景汉代的度量衡和我们今天度量衡不一样的，汉代人的体质和我们今天体质不一样，能一样吗？所以简单的用现代度量衡把三合论的原方那个度量衡那个折算出来，今天的剂量可不可以？我认为不可以。但是张仲景原方的汉代剂量那个每个药之间的量的比，我觉得大体的遵循这个量的比，大它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推销，经提出来这样一个规律的。各个药物之间量的比例关系啊，你得通过这个才体现它那个均衡着死啊。一个是构效关系，一个是量效关系，这两个方面体现这个经方的那个结构。我想如果从这两方面把握，就能够很好的学会应用经方，掌握张仲景这个经方的思想。但是并不等于经方是万能的，你没学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你不敢这么用，就几味药患者吃进去了，你要心中有数，把握的准有效，这个心里没这个底儿。如果经方全能解决问题，后来不就出现十方了，就各有千秋啊，也不说十方杂乱无章，十方派大家看著名的国家药典颁布的这方啊，是等等，那十方派也有构思的，他那个方组合他也是很严密的，不是简单把几味药加在一起，用我们现代话说的拼盘，也不是这个意思。经方药物少，精炼，要求准确性更强。那么十方是在经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弥补经方的不足，调节整体这样的关系，那个十方表现的突出。那个经方虽然既要处理整体，从整体来考虑，用咱今天话说，那点那更准确。这样的话理解十方和经方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学经方贵在学习的思想，贵在学习这个方这的配伍规律，恰到了好处的把握它。你比白虎汤现在用多广泛，小柴胡汤你说内外妇儿哪颗不用，谁都用啊。昨天我给举那个例子，我就身上有治关节炎辩证风寒湿三气杂合文闭辩证准了，药也对了，如果吃了三副药它不见动静，那我就肯定下一次来两剂小太阳吃进去，再回过头来再给它继续辩证治疗，肯定效果突出。开合书先把这轴上转起来，那这个举子的辩证找不着，这几大症啊找不着，但是思想在这里头，这是体现中医的辩证，也是最难学的地方。结合这个经方牵到中医的疗效的问题了哈，最近不有讨论啊，那个说中医能不能站住脚看你解不解疗效，是就这一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一门科学，科学与否有没有价值，第一看解决实践解决如何，第二看它说明某一个问题，这个理论说明某一个科学事实，说明按照科学规律来说它说明的周延不周延，两方面的考察它这个科学性啊。如果说决定能不能有疗效好多因素啊，假定我们说按照中医刚才前面我们讲这门课的要求，那个什么整体观难辩证论都将来学的症候学诊断学，就是各项指标按照中医的要求，你那个收集的资料就认定非常准，辩证给分证，强调是在这个前提下有正确的运用中药来进行治疗，处方选药，尽管你从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切入，最终肯定殊途同归。
是在这个前提下它有效。那么有没有效，好多因素啊。这第一，首先它要求最基本也是必要条件，辩证准确。而这个辩证准确呢，终于看问题从症状和现象描述症状和体征，而且是定性多于定量啊。中医不是没有定量，中医定量都是模糊定量，什么微痛剧痛，那里有量的改变的哈，只是不用数字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正确的判断症状体征的变化，就是涉及到每个人的经验，理论学到什么程度，尤其经验是什么程度，还有个体的差异，对的判断就以看舌看脉而已。上一个单元咱们讲曾经给同学们讲这个科学问题怎么克服误差呀，这样的因时结果决定最后得出结论有误差，有了误差就影响了你这个处方遣药，那就是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来认识，可能就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问题，他绝不会像用一加二一定等于三初等数学这样的规律得出结论。这是就人的人数看难在这儿哈，这是一个。你看大家都疗效都一样，不可能的是吧？这是一。第二，我们假定个体条件都固定，都把它固定下来。药物，今天吃的药物，虽然我们强调地道药材，现在的环境的改变，药物的质量、炮制过程，这些都影响疗效。你辩证再准，你方子设计方的时候，遣方的时候，构思再严密，甚至你那个量啊，你都琢磨是给五颗呀、十五颗呀，都得仔细琢磨。那么就要求到药局，一个是药物的质量得过关，二给的量真是像你这样给。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药局的调剂员能不能做到这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影响不影响疗效？来这样来看待今天的疗效，前提是辩证准确，因时都准确，至少我们使用这个子弹药物现在受好多因素的制约，影响我们的疗效，不是中医有效没有效的问题。我想中医这个效果啊，中医一个复方，它是先全身调节，在这个基础上它的找点，任何一个复方都体现这个整体，那么它又打一个点，也就是说它总体从点从局部它都考虑到了，这个方进去在患者在体现出不会没有效，只是显辩证准确不准确，准确不准确体现出效果显著不显著而已。只要大方向不错，寒热搞清楚，虚实搞清，大致方向搞清楚，那么这个方进去不会患者没有反应，这在理论完全说得通的。所以现在开方以后，可能第一个这个年轻大夫第一关这个辩证辩不一定能准确，但是没出大格，大方向把握对了，可能你要打那地方没打正，但是从整体上调整下机体状态，患者会告诉你吃完以后哪些地方舒服。那为什么告诉你哪些地方舒服了呢？整体调节的就是个。那可能你这个靶子打稍微偏一点，就需要解决那个脏腑阴阳失调，没有马上矫正过来，表现不突出，但是其他地方给表现出来。就这一点来说，只要是方向不错，中药给进去，它机体一定会有那个正性反应，没错的。那辩证不准确，那患者疗程延长，那就是直接打靶还是间接打靶问题，它是个整体和局部相统一来调整，这也是中医学中医治疗疾病一个最高明的地方，既有整体又有局部，整体和局部的统一，任何一个复方大家印证去念去，都体现这个思想。有同学提出元气营气胃气中气和脏腑之气的关系，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讲的示意图反复强调这一点啊。我们讲气血精津液
是假定我们把脏腑经络放在一边，仅仅从物质系统来说，会分它这么这样关系，这是一。第二呢，应言把它作为人体之气是一种物质，还是要把这结果和功能统一起来，这样来看。咱们中医看不着营气是什么样子，胃气是啥样，元气是啥样，是从它表现出功能来考察的。首先前提，生命是物质的，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的最基本物质。在这个前提下，承认气是运动，我们是从功能，从运动就表现生命的功能啊，是从功能来考察元气、营气、胃气、中气存在的。离开功能，无法辨别元气是什么，营气是什么，胃是什么。是总体讲人体之气，我们现在讲分类，仅仅在这门课程里面简单做这个分类。就这个意义讲，所有脏腑经络的物质基础都应该是气，脏腑经络的功能都是这个人体之气表现出来。就这个意义来理解，脏腑之气是什么，经络之气是什么。那么应言是脏腑之气和经络气都是物质和功能统一，着重这种功能的判定。这就既强调从功能入手来考察生命现象，又不否定生命是物质，这就是中医的思维辩证思维方式。假如抠说心气就是物质，这离开了什么中医学定义气的基本前提，说心气就是功能，也同样偏离了中医学对气的定义，也偏离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气的基本定义。这样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五脏配五季，二十四节和五脏的关系和五行的关系，建议同学们回去以后读五六六气，那有大圆盘表，二十四节一分为五，然后把这个五气和五季都统一起来，就是看那个大表就可以了，不多给我得解释了。看五运论气专书里有，有同学能看到我58年出版的《实用中医基础学》后面有，看那个自学考试那边统编教材后面有，看那个大表，愿意读内经的，不是读易经的，看那个朱熹的，关于易经的那部分，他给设了好几十个表，讲那个五行、五脏、五气是二十四节，还有多少时、多少刻都有，看那个表就行了。还有同学提出来说，脉是血管乎还是经络乎？在中医论里讲，脉定义是经脉，还按中医说哈。那么李老师，你说的经脉是血管还是淋巴呀？那经络是血管还是淋巴呀？经络我已经讲了，又是血管又不是血管，又是淋巴又不是淋巴，就是脉，这是指的经脉。你前提你定义是经脉是气血运行通道啊，不是仅仅是解剖学那个血管啊，实际它包括血管。如果仅仅就是血管，那经络怎么定义啊？经络气血运行通道，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经络也是血管。说脉是血管，脉为血之府，气血运行通道，说经络是气血运行通道，这按逻辑上一下就推出来了，经络是血管，这一点没错，逻辑上一点没毛病，不能这么推的。按中医那脉就叫经脉，那现代中医领域后讲脉，实际也忘受这个解剖学的影响，脉就脉管，脉管可以这样理解，经络是个管道系统嘛，就这个意义讲，脉、经脉、脉管是都得从经络的角度理解。哎，它是不是血管啊？那扎针也一样，扎血管，经络的走行在里面，讲经络血管不给大家提是吗？神经论讲神经吧，对不对？说体液论那里面有血管啊成分的，是神经体液的，既是神经又是血管，其中这有一说啊。那扎针这扎的经脉的地方，那么扎的血管它就出血，不扎血管就不出血，既是神经又不是神经，既是血管又不是血管，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经络是何物。这中医还按照中医来思考，按中医思考，我对这问题就这么理解的，那么同学们将来可以进一步去研究去，因为这些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去研究去。讲五行生克之化，说治则生化，抗则害，成乃治，治则生化。没有治就没有化，没有克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克，讲治化嘛。就这个一点讲，既要生，我们把生立为处境的意思，治是制约的意思，制约的目的是处境他们的平衡。所以我们教科书说五行相克，五行相克是通过相制制约，制约谁呀？智者神话是制约处境了他们的平衡，就这个意见讲是，不是简单的意志，制约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意志被意志的关系，可以直白一点理解为被那个意志被意志的关系。实际讲五行讲字化的时候是三行在一起，又有生又有字，大家看教书那个示意图，取得三脏之间的平衡，才体现着字化的特征。这个有同学叫图德摩尔达，怎么理解？用今天的话翻译叫木能疏土，木必疏土，把疏的去掉，木必克土，土要想正维持正常功能条件，非克的不可，非得受木抑制不可，制约不可。在木制正常制约的条件下，土功能正常，离开这个条件不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他用这一个判断命题说明啥？说脏腑之间的五行的自化关系。他强调这个仅仅从相克这个角度来提的。那么木要不疏土，土瘀啊，所以土瘀就脾的生清功能、脾的运化功能都失调了。它也可以表现为实证，也可以表现虚证。比讲五行相克的时候，没给同学们讲木不疏土，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题目，在本科生不讲这个，不讲那个问题，只强调木旺克土相称，加强了对土的意志，出现了肝旺脾虚这个症状。还有个木不疏土是虚症，这个概念同学们自己插文献看去，将来等到高年级再讲，这里也不专门做论述了。本科教材里不讲这个，最早五本教材我写的就把它都放上，就会讲教师讲起来非常难，我再写教材把它干脆去掉，在这里就定义为木旺疏土，实际上现在非常严格，并不等于仅仅是木不疏土或者叫木蹭土，表现的形式可以是虚实夹杂，也可以单纯的木虚木旺，也可能表现虚症，木不疏土，肝湿疏泄不等于都是实症，还有虚症。这个虚症一般我们现在传统都用木不疏土，木不疏土这个概念来理解，这个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么它表现虚的症候，讲起来非常难的。建议同学们去读秦伯卫老先生写那个《千载医学讲稿》。那里有答案，自己看去。那都是用现代语言写的，就《千载医学讲稿》专门治肝。这是一，如果看原始文献，看李冠先的《治肝十法》，知医必变，看见知医必变，看这两本书。如果有条件，再看王旭高的《医疗六书》，这叫溯源。如果看现在的看那个来得快容易理解，就看秦老先生的老前辈的写的《千载医学讲稿》就可以了。我这里不做一一做解释啊。咱们讲七情和七气升降的关系，讲那个七情治病特点，讲那个久气为病哈。我们选了几个，他这个材料取自于苏温的举痛论哈。咱们给大家讲的喜则气缓，内经里确实也讲气和自达，营卫同理是不错啊。
我们强调这个喜是指什么说的啊？不是指哦，正常情况下那个五字，正常情况下那个喜怒悲恐惊，强调什么呀？七情过忌。所以咱们解释大喜怎么的？那气缓才伤心呢、啊。这大字历代的书都这么理解，强调过忌。内经有句话，大家注意哈，叫病气过用，记住这四个字儿，叫无过无不及，谓之平。不及和过都称之为过，太过及都不太过不及都可以。那么喜则气缓，是指着过七情过忌，它才出现影响七情，才是说心肌迟缓。如果正常的喜很开心的，就不存在气缓的问题了。这样的来理解那个久气为病，就记住咱们讲课界定七情内伤的前提，在定义的前提。关于血的生成，我们在这里传统中讲说脾肾，讲脾和肾，这个和五脏的关系在教科书里也讲了，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讲到了，说心生血，心生血这有一句可查的，内经也说得很清楚，在血灯论里对心生血，他举着心火那主造万物才能化之而为血，他这么解释的。那么理解心生血和肺生血，心肺之间的中焦受气取之变化而持为血，它得上溯到心肺，经过心肺的作用它才能成为血。这后世注家讲它怎么变化而持的，从中焦出来是通过心肺的作用而出现的，就这个意讲心可以生血，也从后世一家注释进一步来为内经提出心生血这个概念加以解释加以补充了，所以更多的机制讲不出来。这肝生血也很清楚的，讲肾经怎么化血，这张思一通里教得很清楚，教科书把那句话给引证出来了，说肾经归肝而化清血，离开肝的机制肾经不可以转化为血的，中医这样认识，和西医是不一样，西医骨髓就可以造血，中医强调的是什么，这个肾经的精髓归肝而化清血，肝在生血当中生血作用。现在西医的生理学，肝生不生血？对啊，这对并不意味着咱们老祖宗咱们中医就高明哈，并不这个意思，就中医学从中医本身已经看到了肝脏的生血作用，它的机制现在能找出来，内经没教的，那么张思义松教的很清楚，就这个意义讲五脏都参与血液的生成，但是这五脏他们又不是平均分配的在血液生成的。你既然强调咱们前提强调是水谷精微是气血生化之源，是化生血液的血的主要物质基础，当然你强调脾了，可是你又强调肾精的作用啊，精直接的肾精可以化而为血，所以最后还归结到一个先天和后天。这个五脏互长，我建议同学们去读张继昌写的《内经图议》，后面有个五行统的这篇论文，仔细去读去理解五脏互长，在这里不做一一解释，因为在课堂已经讲过了，去读这篇文章，将来大家可以写一篇论文五脏互长，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体现在中医的辨证论治，不管讲生理到病理，体现着这样一个思想。五脏互长，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这本杂志，清华大学这个出版的，
专门有一篇论文论五行学说及其渊源，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那么大家可以读这篇文章，讲五行，从哲学上就讲五行互长，在那医学上内经没有讲，只有张景岳家开始讲，明确提出了五行互长的概念，去读五行统论，来加深对五行互长的概念的理解。他不仅将来通过方子可以把它理解出来，就是通过读古代的方书，专门从五行来解释方子的结构，能可以把这个立体的感觉读出来，就是一脏中还有其他四脏，能把这个关系能读出来。然后从辩证来看，没法辩出这些，他就讲这个平面的，就是一总一横是个平面的。它不仅是平面，要它立起来，一脏当中还有五个，那五二是五脏，实际是二十五脏，那需要通过具体的例子、具体的方案和过去的方书，专门有用五行来解释方剂结构的，去读历代的方书，仔细琢磨，就会体现出来，体出来啊。理论算术五行同论说得非常清楚。实际我理解五行互长，最后实际体现出一个从五行这个角度，既有线点，又有线，又有面，还有个立体的感觉，多维的感觉。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整体观点，还是强调这个整体观点，体现他这个思想的精髓，强调了上下左右，用今天的话叫多维整体观念。用那个李约瑟的话说，就是网络结构。他提出中国人思维是网络球思维，他画个球出来，是网络思维。那么如果说这个球的话，我们讲仅仅讲五行参科制化的，讲它的线和面，我们就讲不出来那个网络的概念。那么五行互长却体现了网络的概念，更细腻的说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不是简单的天地人线性的三才一体。它是个立体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叫做是一个模糊的复杂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理解。说三焦为元气之别死，三焦讲的运行气的，没说运行血啊，又是水液的通道。说经络是气运行气血的通道，它俩都是通路。如果从现有的文献所记载，那三焦是原就是运行气的，它是从气机运行这个角度，上中下三焦周而复始的运行。那么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辅，如果就这个意义，从这个概念来说，按照这个逻辑推下来，三焦得不得运行气血、运行血啊？那你又讲了血液运行的通道啊？那三焦不仅仅就应该是运行气吧？就这个意义讲，三焦也应该是运行气血的。那么经络也运行气血，它俩啥关系啊？碰到这个问题什么关系？你又不能说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三焦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得出结论，经络就是三焦，得不出这结论，这个推理就谬误了。经络，从经络系统的功能的角度，站在经络定义的前提下，作为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就是经络系统、络脉系统，作为定义，它是人神气血运行的通道。就是人神的气血沿着十二经脉依次流注，周而复始，昼行阴阳二十五，夜行阴二十五，五十周而大会，这是对经络的定义，就这个是讲的。而三焦是从气化说的，最早提出三焦元气的不也死，不是难宁说的吗？那讲元气，那时候讲定元气就是真气，又是元旦的元，是原来的元。那个难经讲元气之辈是原来的元，它是指到那个本源之气，从基从那讲那会那他讲的实际是肾呢，
从那处理以后，按照三焦这条道运行到全身，它是从这个三焦定义来讲的，这个来讲的。那么这个三焦，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上中下三焦，从部位来，实际三焦的概念是阴神烁脏腑经络的概称，至少说脏腑经络的概称。那么脏腑经络运行起来以后，我们强调是气化血气机，所有的东西都得气机通畅，实际包括了经络的通畅。就先看三焦的定义是什么，然后看最后它执行的功能，它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都考察运行通道。这是两种学说，两种不同的学说。如果把三焦定在脏腑范畴之内去，脏腑和经络之间存着个落属关系，从不同的角度，从脏腑来讲三焦，那么从经络还讲气机去运行通道，讲气化，从脏腑也讲气化，两个不同角度来考察，两种不同的学说，它的前提它的概念不同，最后两者统一起来，都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学说不同的概念来表述一个问题，又不能简单的把它俩经络就是三焦，三焦是经络，不能这样等同起来，他们定义的前提不一样，他建立这个概念的时候抽象的前提不同，来这样的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这节课到这里，休息一会儿。